是你啊！是我，怎么这么几天不见我就想我了？说吧，你到底想干嘛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表面上对小熊一往情深、穷追不舍，暗地里朝三暮四、脚踩 n 条船，跟各种女生纠缠不清。你靠近小熊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等会儿，我什么时候暗地里朝三暮四了？我一直都是明着来的呀。 再说了，如果我真的不挑嘴，你跟着我不危险吗？指责说要约我出去外拍，外拍？他想干嘛？我也不知道，太尴尬了。我都跟他说过非常多次我喜欢严苛了，这次是我拒绝的不够明显吗？这事儿我帮你搞定，以后你离这个白宇泽远一点，专心你们家严苛就行。他要把你冻了。 生病了可不算公事啊！还想玩吗？嗯。我很生气。